收看女高中生旅游 vlog 迪士尼片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，现在要起床去香港。今天的计划是直冲迪士尼，到达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酒店入住。作为本次旅行唯一的成年人，自然要承担这份任务。现在要开始今天的主线计划。排好路线之后呢，我们就坐上了去迪士尼的快车。我们直接坐这个线就可以到迪士尼了。这条去迪士尼的地铁真的非常有特色，全都是迪士尼的元素。到达迪士尼，进来迪士尼的第一件事就是逛商店。眼花缭乱，该先宠幸哪个？还是先拿个挂件吧。当然不能只宠新挂件，春日的琳娜贝尔统统拿下，这个也超级可爱，还有这个。逛得差不多了，排队去买单。独立女强人全款拿下，买完就看到女明星，还有唐老鸭。你小子运气不错。现在我们要去这家餐厅吃饭，这是我们今天午餐的前菜。吃饭当然少不了团体项目，干杯。下面有半糖小姐来介绍今天的午餐。这个是我们的主菜，烤肉拼盘，这个是海鲜烩饭。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就正式开始玩项目咯。我们要玩这个非常刺激的项目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我刚玩了一次这个项目，真超级好玩，再来一次。玩了好多次，非常累，所以我们决定去看表演了。看这个表演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短暂的休息。休息完之后立刻马不停蹄的来看花车，疯狂打招呼。看完花车之后又开始了刷项目模式。经过几个黑乎乎项目的洗礼，这里真的非常好看，非常的亮，所以当然要来个大合照。既然来了迪士尼，怎么能不看烟花呢？那就和你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吧。今天的 vlog 就到这了。